어떻게 내가 빙빙빙 너를 맴맴맴 도는 것이 네 곁을 내가 영영 원하고 爱之美，终身知道，恭喜大S再婚了。 3月8号，彬彬彪彪，仿佛过得不是妇女节，而是愚人节。不过大S真闪婚了，45岁的她和52岁的韩团酷龙成员具俊晔重燃爱国。人生无常，我珍惜当下的幸福，感谢一切让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所有。我的婚姻状况都非常的美满，所以我想老公应该是满意的。具俊晔也在 IG 发文听到他离婚的消息，我找到了20多年前的那个号码，幸好那个号码没变，我们才能重新连接起来。已经错过太多的时间，不能再浪费了，所以我提议结婚，希媛也终于接受了。以后我们会一起生活，因为我结婚的时间很晚，所以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祝福。感谢大家，姐，祝你们将来一片美好，谢谢，白头偕老，一定会的，一个字。 其实呢，大S是在1998年主动追求具俊晔，但当时男方是人气偶像，经纪公司设有禁爱令，所以并未对外公开恋情。双方也仅交往了1年多。哇哦，如此抓马的神复合，小编还以为我穿越了。手机号码记得不要换，也请勇敢打给初恋函。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？ 重点呢是大S好感也好感呢。11月22号才传出签字离婚汪小菲，脱单没多久呢又重回人气。据传他再婚是先斩后奏，直到完成登记才告知家人，这让 S 妈当场气炸了。然后他可能想要第一时间享受大家对他的祝福，所以我们旁边的人就只能抱着只要大 S 开心我们就开心的心情。 具俊晔向韩媒透露，我们已经在韩国登记结婚了。明天早上的飞机前往台北，相隔20年跟他见面，他是我的初恋，也会是我的最后一个恋情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